上手。No。哎，这么快，都还来不及请你们吃广告。快吃，快吃你他妈的！在史丹利面前选题目啊，送分。嘿嘿，啊？怎么又变饿了？喵瑞克登场。Fear not。我想要试一下喵瑞克啊。爸爸发飙啦 ！William， 谢谢 William 赖的50分订阅，哇哈哈！爸爸发飙了，我们的订阅人数长期被阿特屌打，只能靠爸爸支撑了。又50分，发飙了，爸爸！订阅加100，谢谢 William 啊！希望有收到订阅的可以谢谢 William 爸爸。干嘛？开送啦，兄弟！开锤！不要喷我的 Q， 不要喷 Q， 好像玩不了，前面只能给他压。队友啊！系统在帮我平衡胜率是不是？刚刚你很厉害，很 C 是不是啦？我直接降低你队友的实力，看看你 C 不 C 得起来。时间变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扭招可以。时间变，时间变。喵，这就是带彗星的好处啊！直接变，直接交闪，聪明人不交闪确实会送头，没闪现还不回。小猫猫冲啊！哇，东单开 C 嘞，难不成这局我没有玩的空间了吗？等等，跟鬼一样。啊！出来嘞！三小怎么出来了？啊！难不成这局我没有玩的空间了吗？啊！怎么出来了？他怎么啊一下就从我的那个剑牢里面出来了？他啊一下就直接出狱嘞，随时都可以出狱。什么水平？哇！还送他头？换头我不赚啊！完了，这局我要炸了。哎，被 counter 啦，墙壁没嘞，我墙壁又被撞烂嘞，他撞我的墙壁就算了，为什么可以把他撞掉啊？干嘛想打我老婆？我老婆现在会回血呢。约约科其实没刷野怪的，对完线以后去刷野怪最好，跟着老婆一起打野怪，就会有儿子出来帮你啊。哭啊！哭啊！这些人，呼呼，呼呼呼，儿子开咬，呼呼，老婆儿子，啊哈哈哈哈，靠老婆跟儿子真开心，原来靠老婆跟儿子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呼，肥肉，我们就恶心他，直接出这个就对了，直接出洗地毯，然后再出个三速鞋恶心他，这超恶心啊！我们就是一个法师，我就在旁边一直丢大便，我们绝对不太会上去敲人家。飞完线直接去吃资源了，我直接进你家野区，把你家野区给克了。老婆回来，别再吸了，老婆别再吸了，老婆不要再吸他了，吸我，不是吸我了。野怪，叮叮叮叮叮，啊？什么水平？又有李欣，没李欣他死了，提高 AD 吧，出星石。
没有老婆的我们没有什么用处啊，只能默默的发呆一分钟。但好像这样局了，他们其他路太菜了。我们缓速，他一直往上扭哎、欸，啊，每次都必扭哎、欸，我很少看到二耳玩家会这么扭的。再扭啊，哇，真的扭了。好多人，直接死去。好呀，怎么样啊？老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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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冒干失败，要不把它收掉？哇哦，收掉了！哇，顶级算血，这场肥度不太够，有钱可收。咚，你们快走啊！我帮不了你们，我要去 BD 了。月月哥的专长就在边线。航员手腕这么好吃，好像拆掉了，并没有。老婆回来，老婆不要回来，回来，不要打老婆。哎，老婆把他吸死了。老爸把他吸死了，要被吸死了，可怜。哎、欸，不行，这得拆。咚！人呢？鬼步。哇！你又来找我了，赶紧走！每个人都不守资源，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报答我老婆跟儿子。啊！没丢到他都往生了，丢到了还得了？靠腰。有两个儿子，还作弊啊！儿子暴打你，看我要被暴打了，好好动哦！看我四个儿子直接把你咬成智障，算了，把他 TP 了，带个线，先率领我们的儿子大军往前。我现在这一发会打多少伤害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会很离谱。哇，这么大一格，这个三大盾这么大一格，这果然是 OP 角色。四个儿子跟过来，吃到我的便便很危险哦。啊，不够长的棍子，没人要给我吃便便呢，不是啊，没人要吃我的便便。马宝龙头哥大。知道了，呀，哈哈，死去，咚，呼呼，死去，机器人再来啊，机器人再来啊，你不就很会扭？儿子开咬，缓了缓，缓住了，缓住了，儿子开咬，再丢便便，呼呼，送头，顶级，啊，50%，半血一下被我儿子咬就会缓速，这席地坛就是猛在这。轻松获胜，轻轻松松靠儿子老婆赢游戏，真开心。满脑子都想着那些东西，看到我也觉得我像一坨屎吧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心中有屎啊。吃便便，吃便便，吃到我的便便很危险哦，没人要吃我的便便。
有的时候我确实好想逃离那一切。不要再吸他了，吸我。